是塞北，却似江南，无渝州而有晚唱。大家好，我是新疆克拉玛依市市委常委副市长彭守创，非常高兴向大家推荐荒野之旅时尚之都新疆克拉玛依。克拉玛依是维吾尔语黑油的意思，是世界上唯一一座以石油命名的城市。60年前，黑色的石油从钢铁铸造的钻井平台喷涌而出，新中国第一个大油田由此诞生。茫茫荒原，一座城池拔地而起，被誉为共和国石油长子，是中国石油工业的牺牲地。克拉玛依从当初没有草、没有水、连鸟儿也不飞的戈壁荒滩，到如今的全国文明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卫生城市，都凝结着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地下有石油，地上有旅游。一号井已经是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代表着这座著名的工业旅游城市。世界魔鬼城被评选为中国最瑰丽的雅丹，数十公里的野生胡杨林绵延在河谷平原上，成为荒漠野生动物的乐园。独库公路是中国最美的高山公路，每年入夏时的通车仪式已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独山子大峡谷让人感叹大自然的伟力和地质生态的沧桑巨变。在穿城而过的克拉玛依河上，一座座造型各异的桥架起了克拉玛依人对水的渴望与热爱。这里是您探寻自然奇迹、领略荒野风情、感受现代城市的旅游胜地。克拉玛依紫砂可以和宜兴紫砂相媲美，形成于10000年前的金丝玉被誉为丝路瑰宝，任由你欣赏和把玩。精致的天然奇石、铁矿石、水晶是大自然给予克拉玛依的馈赠，奇珍异宝数不胜数。文化创意产业园的煮茶厅石、世纪公园的水幕电影、科技馆的现代化设施，让克拉玛依成为中国西北最具时尚感的城市。当年的《克拉玛依之歌》唱遍了全国，今天的《克拉玛依之歌》谱写着时尚开放的新韵。克拉玛依的机场航线通达国内，城际铁路密布环绕，高速公路四通八达，纵横交错的立体交通网络使克拉玛依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的重要城市，一带一路中巴经济走廊的重要节点。朋友们，克拉玛依是戈壁荒漠的美人，克拉玛依人则是奋发有为、意志坚强的拓荒者。美丽的克拉玛依正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时尚之都的身姿迎接八方来客。敢将大漠变通途，敢叫日月换新天，好客中国，新疆是个好地方，大美克拉玛依欢迎您。